我关心来自嘉义县的消息，这是嘉义县政府五号暗时在创新行仪表扬四十位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同时针对邀请卡印制磨难父亲，国立中官表示道歉。不过嘉义县各乡镇的模范父亲代表、身心障碍团体推荐的模范父亲代表，总共四十位含着七位好人好事代表，五号暗时在创新行仪接受官府表扬。国立中官在的考处替受奖人员披上彩带，刘伟夫人廖素辉替受奖人献上花圈。国立中官致辞为邀请卡片写唔对字表示抱歉，并向模范父亲献上敬意。回访一顿也称赞社会所经济好人好事代表，尤其是公部门主管无济的嘉义县。咱多做一寡好代志吼，提供别人拢知影吼，一定有好报的吼。啊，所以吼，咱政府做袂到的，足侪拢爱靠咱地方的人吼，啊，一寡好人吼，啊，做足侪好代志吼。表扬大会气氛温馨，跟观众和观地景母舅模范父亲父爱如山，刘伟当面问地景父德楷模，刘伟参与于地景明伦教校的班啊。你来自阿里山乡的模范父亲杜觉善，今年91岁，是今年都接受表扬模范父亲最高龄，有十名子女，非常重视子女的家庭教育。你的家乡的模范父亲杨福水，曾经担任这届的嘉义县议员，为人素海，也将代表嘉义县接受台湾省模范父亲的表扬。新闻科教红嘉义县蔡凤报道。